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守墓人。好，这场的皮肤是古老歌谣。对，这次呢玩古老歌谣，上一次玩的是日落黄沙，金皮的日落黄沙，但是却没玩过这款古老歌谣，所以呢来玩这款古老歌谣。好，那现在呢，现在开个宝箱，然后呢，我现在玩什么呢？现在玩的主题呢，应该就是偏向于利用烟雾瓶，因为我觉得守墓人呢，其实他本身呢遁地之后呢，有一个类似隐身的效果。但是下面那些碎片，那些移动的这些痕迹呢，是非常明显的。那为了弥补这一点呢，我觉得烟雾瓶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，可以试试看。对，用烟雾瓶再加上遁地来救人，看效果怎么样。救人之后呢，你看因为一阵烟雾的效果，所以你也不知道兵荒马乱之起呢，你也不知道监管者也不知道到底被救的那个人跑往何处，所以呢就可以极大部分的混淆。我觉得还不错啦，可以试试看好不好。好，那这次的阵容介绍一下，囚徒一个，医生一个，守墓人一个，路线是一个，律师一个，囚徒囚徒两个，兽师一个，然后先锋一个。好，然后这次呢，我觉得因为要救人嘛，所以呢应该先累积一下我们的烟雾瓶，刚开到了这个魔术棒等等用掉之后呢，就可以买烟雾瓶了，希望不要太快有人倒啊，要不然其实赚钱辛苦的好吗。哎呀，刚闪了一下红蝶的这个标记吗？没有过来。好，只是闪了一下，不知道追谁。哦，这种感觉连接在想象天线哦。你看 ，A 连到 B， 然后远方又有连一条，不过应该不是连我们这一条吧？对，是连远方的那一条。哎呦，另一个是监管者是安呢。哦，两个女人的战争啊，不是，是两个女人对我们的战争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快破译完了，现在用传输48%，传输距离损耗是中，所以呢破译的有点慢。不过呢，对方远处呢就变成在破译，所以还 OK 啦。好，那。现在差不多可以买了，但是应该破译完之后可以买多少啊？哇，5400了。5400的话，先买 buff 好了。对，先买 buff， 买 buff 再买道具。好，这个至少先用完啦。这个魔术棒没用完有点可惜耶。好，不过为什么我屁股后面的是一个神灯，不是一个棒子呢？因为应该是皮肤的关系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神灯的位置呢？屁股又是应该是说往后戳的概念。所以只要有人偷袭我的话呢，他应该会先中招，会先疼痛不堪，然后呢就会放弃追我。好，不会这样。那现在律师现在倒数了是不是？这应该是我的机会了吧？不过现在没有买烟雾瓶欸。好，我要省着点用。我现在呢遁地呢先不要用，我就直接救这个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先用的话有点浪费，有点太刻意了，应该是必要紧要关头再用。对，好，因为毕竟现在才开始没多久而已，是不是？往后的路还很长欸。好，还有14秒，似乎没有人回防。好，入殓师倒地了。OK， 我们入殓师的 ID 非常的可爱，是日币130，日币130被救了。为什么是日币130呢？想必日币130对他应该是意义非凡，应该有一个特殊的意义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义，日币130，哦，日币130被救了，不是被救了，被抓了。好，那现在看看等一下把他救日币130。但是我这个魔术棒先用完嘞。我现在陷入两难，我现在刚开了宝箱之后，觉得魔术棒如果换掉烟雾瓶的话，是不是有点浪费？对，没错，很浪费。所以先等等好了，好不好？继续破译。现在暂时呢，先，哎呦，传送了吗？你要去哪里？好，走了。啊，我这里吗？哦，在我这里。好，哎呦，好，没事没事，先用个魔术棒，终于用掉了，我总算是把它用掉了。哦。哎呦，好，压你哟、哦！好，走了，我现在5000多块了，应该可以先来买个。哎呦，按在这里耶，怎么会这样？冤家路窄，好，放过去。红蝶没追我，好，红蝶没追我，先来买个烟雾瓶好了。烟雾瓶，来买一个烟雾瓶。对，虽然说有时候会。就觉得手痒，说啊，算了，还是不要玩这样好了，还是买一些比较有用的道具吧。好，没礼貌，不能说烟雾瓶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烟雾瓶也是有用的，只是没那么好用。哎，没礼貌，什么叫做比较没那么好用？只是会不会用而已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看一下。哎，似乎也不用到烟雾瓶救人呢、啊，也可以轻松救掉啊。
也没有人扫，这样我很尴尬哎。拜托，监管回房下好不好？让我发挥一下。好，丢掉了。啊，按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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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们小喵来了，小喵来了，照面前分化吗？是。好，抓到了，完蛋了。我们的咒术师凶多吉少了。我们咒术师，我们咒术师，哦，好，被踩到了，没办法了。好，这次呢，也许是我的机会咯，放第二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赶快抓。哦，表现的时间来了，用烟雾瓶先来丢一下。好，看我遁地，然后呢走了。不过现在有擦眼睛，所以哎呦不去。哎呦，我没事。哎呦，打到了。好，救掉，吃完救掉。走了走。哎，红蝶在这里。好，打到我，不是打到咒术师，所以这计划算成功了吗？这个救人方式成功了吗？你看一阵烟雾弥漫，咒术师早就一溜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Yes， 这个策略是成功的。哎，怎么又倒了？咒术师要飞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来试第二次好了。哇，这个香水瓶呢，超诱惑的，不行，我要贯彻我的刚刚的这个讲法，就是用烟雾瓶救人，我不能再心无旁骛了。不是，我不能再分心了，分心的话呢，这样不行。好，那现在还有一次搭配的机会，看看有没有办法来救。那现在破译好了，上最后一台了。好，刚刚呢算是成功吗？算是半成功吧，因为毕竟你看，算成功了，因为毕竟有两个回访，两个监管者在那边守，还能让咒术师跑到这个段距离，我觉得算是有点迷惑他们了。对，好，那烟雾瓶上次有讲过，就是如果效能不太好的人的话呢，其实用烟雾瓶呢会让他lag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救人的很好的手段了。好，那再来搭配看看好了。我刚刚用这一招用的很好吧？这个策略声东击西是不是？好，等等有机会再来救哦。前锋被抓，是不是要救个前锋啊？好，还有39秒，不过附近很多人呢，我现在特地跑去抓，破译完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，我要去救了。来喽，前锋，我要来救你喽！看我的套路二，对，还有一次机会，用我的这个烟雾瓶的这个遁地大法，怎么念呢？烟雾遁地迷魂救人大法。通常呢，名字比较长一点的话呢，感觉就是好像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叫做烟雾遁地迷魂救人大法。好，决定了。也没有人守守一下嘛，守一下啊，没有人要守，那就不能用了。对，用了这太刻意了。好，又擦眼睛，救掉，耶、yeah! ，走了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现在大门开了，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离开这里了。好，先来治疗一下好了，这边是个好地方。OK， 这边是个好地方，我还有加上医生的治疗。好，那现在囚徒也倒地了，入殓师被抓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先来救，看一下，抓这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的130块日币呢？总算是被抓第二次，不是总算，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总算就是很遗憾的被抓第二次，我要用烟雾瓶了。OK， 声东击西法来喽！医生干嘛来找局啊？好，救掉，耶、yeah, ！一样挨一刀，然后打到我。你看烟雾弥漫的时候，红点根本看不到方向。你看，但是他也不用看清楚方向，因为他抓医生了。唉，医生。医生来搅局，实在是刚刚也算成功吧？对不对？刚刚那样的策略可以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买东西，我好，很好，我用烟雾瓶救了别人，但救不了我自己啊！不是吧？我被抓了！哪有人趁人家打电话的时候偷袭的、啊？安、啊、真的是哈，这样不行哦。好，那现在我觉得130块又倒地了。刚刚经过实验呢，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啦，我觉得这样救人方式是 OK 的。对，扣除掉最后自己被抓这件事情，其实 OK 啦，我觉得烟雾瓶救人真的是很好用，算是一个另类的玩法啦，新奇的玩法。对，不要走常规的路线的话是还不错，而且烟雾瓶本身又不贵，对不对？但是搭配技能的话，哎呦，好，开始讲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但搭配技能的话呢，是有点亏的，因为我觉得一次要用两个，一个烟雾瓶，一个技能。但是救人的话呢，增加逃脱率也还是不错，就看你怎么评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要 ending 了吗？但是问题是还没玩完呢，这么快 ending？ 哎呦，我来了！
糟糕，没道具嘞！不道具空了，要怎么摆脱红蝶？无法，道具空了怎么摆脱红蝶？根本不可能啊！好，完蛋了，糟糕！哎呦，凶猛！哎呦，哎呦，就算红眼睛没有了，也是没办法，我也是一刀被打倒啊！好，等一下，我再绕一下，没有人要救我。现在跟他耗，看有没有人来救我。但似乎，哎呦，似乎没有。哇，怎么办？哎呦，怎么办？能耗多久啊？无法，真的无法了。好，精疲力竭。哎呦，每次冲过来都讲哎呦吗？因为真的是很恐怖，好不好？吓到。好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哎呦，倒了。好了啦，没办法了啦。对，真的就被锁定，真的是飞不了，不是，真的跑不了了，所以只好就是被抓了。好，那刚刚 ending 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用 ending 了，就是被抓了。好，那等待放椅子。哎呦，美背哦，这个皮肤我没有，因为是金皮。然后呢，是很早之前的金皮，是觉得还不错啦。但是，要再买个金皮嘛？应该不用了，我金皮应该算蛮多的。好 ，OK， 那等待飞了，我要走了。我要走了，我要往上面去了。其他人是往大门去，我是往上面去。好，拜拜。欸，输了是不是？欸，输了，到处是输，只跑到两个人而已。好啦，那至少测试了。对，这集主要的目的是测试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玩守墓人的影片咯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追踪频道玩呢，别忘了订阅我下方小铃铛，还有 IG 呢，也别忘了追踪我。我是王娜，下期见，拜。